哎，哎，我早晚都会抓到你们的。出来，人呢？出来。好多人啊！走吧。这地儿太显眼。Yes。人呢？别走了，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抓你出来？我只是个水管。皇子他不是躲在那个蠕动的那个管道里面的时候被三个围攻了嘛，然后我就想着我跑出去，然后去吸引一下他们的火力，然后让皇子就是趁乱先跑走。家人们救命啊，我只是个水管。家人们救命啊，哎，来抓我呀，来抓我呀，哎，来抓我呀，来抓我呀，水管别跑，来来来来抓我呀，来来来来抓我呀，水管别跑，别带走我呀，家人们，救命！哎，哎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出来！啊，救我！最后那他就是被抓，这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点。宗哥，你要方便的话，一会儿给我拿两根香蕉啥。这儿饿得很。这么的吧，安姐，给我来份报纸。你先看份报纸。谢谢宗哥。有点事儿干。宗哥，你先忙。我先忙。我先忙了。速回。这是一张不重要的报纸，这是一张不重要的报纸。得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啊。我在服装店那还安了护视镜，他们要追我，我真的很难跑，因为我中间在那个箱子里面稍微走了一下，我觉得我走起来确实很不方便。我是火树，我在箱子里面，你把地图给我。我在大厅一个小纸箱子里面，三个人在我胸前抱。
果树，你干啥呢？啊？叫你半天。我哪知道是你啊？你得对讲机叫我才知道。喂喂喂，能听见吗？都得躲起来哦。你几个怎么没话了？不会都被抓了吧？嗨嗨，有没有人来抓我呀？我在东站，有没有人来抓我？我感觉找路由器那会儿，我都一直待在一个房间，就都不知道怎么出去。Thank you.